九八八新闻线，你好，我是冠贤。Hello，你好，我是舒婷。冬至快乐，快乐希望大家吃多多汤圆 <laughs>、啊、但是不可以过量啊，嗯、<哼>那个多可能就是五颗六颗。今天的心情应该是要很愉悦的，<laughs> 对不对？可是,是是是、呃。嗯，看到水灾灾情还是蛮担心的，所以今天的一连串的新闻线内容就要跟你聊水灾灾情。啊、马上来关注今天新闻主线。新闻主线。 泡水后的车不要直接启动啊！M A A 说会维修费会飙升的。学州大臣坦诚说，他们是做好了应对，但是这一次的降雨量翻倍，导致措手不及。政府颁布了大马一家水灾援助基金，捐款者呢将会享有税务减免。 首相坦承，水灾是有这个水灾管理方面是确实有弱点的哈，那也会加速发放援助金。 首相伊斯曼沙比利今天坦正政府在水灾管理方面呢，尤其在重灾区雪兰莪州是存有弱点的，也认为这是政府部门的集体责任，未来会不时改进。他今天巡视灾区之后就说，除了联邦政府之外，州政府以及县署在水灾管理上面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今天跟各州政府召开这个水灾协调会议哦，也谈到了登家楼啊、吉兰丹、彭亨应付灾情。 的准备，因为这几个州属经常发生水灾。那他也说，会议上也探讨了专注加速下放援助金的事情，希望可以让灾民度过难关。除了政府的援助之外啊，各单位其实也启动了援助措施，民间和企业共同发挥力量。国家银行宣布，在二零二二年灾难缓解便利 DRF 二零二二之下，将会提供二亿令吉来协助受到水灾影响的全国中小微型企业，包括。 协助他们应付维修，还有替换损坏的商务资产的成本，还有提供企业们融资协助。那此外呢，大马银行工会 （ABM） 的成员包括了 May Bank、Public Bank, Hong bank, bank、宏量 Bank、OCBC Bank、m b a n k 等等，也都承诺会协助这些受水灾影响的客户，包括提供他们暂缓还贷的这个政策，还有就是免费补办银行文件等等的措施。受影响的人呢，可以直接联络个别的银行去寻求协助的。而各 州政府呢，他们也有下放一些援助啊，呃，像是雪兰莪州政府呢，就会发放一千令吉的援助金给受灾家庭，同时罹难者的家属也可以获得一万令吉的抚恤金。那雪兰莪州大臣阿米鲁丁就说，罹难者当中呢，不只是有水灾的受害者，其实也包括了一名协助救灾的志愿者。这些救援志愿者他们在现场其实是冒着危险去帮助这些灾民的。 那另一边呢？马华志工团呢、啊、也透过了 GoCare.dot.org.dot.my 启动了季候风水灾筹款运动，发起了晚上呃网上捐款的活动哦，并且号召全国的青年一起加入 GoCare 的青年志工团，全力协助赈灾，包括运送、呃、运送这些粮食等等的援助品。啊、那马华发言人张友权就说，马华的赈灾行动也将会在灾情好转之后继续，包括会持续协助处理水灾之后的这。 一些工作啊，还有清洗工作等等。马华青年团柔佛州团长林天顺呢，也呼吁政府要介入协助调查工作，哦、以免以免各班各单位的这一个救援工作呢是有重叠的。那今天，嗯，冠贤呢，其实也去到了灾区去看情况，对吗？没错，我刚刚就有跟这个马华马华职工团他们一起在现场就开门的赈灾，嗯、<哼>然后就是一起去到山区里面去采访。那其实进入灾区之前，我就看到是一片满目疮痍了，嗯、<哼>现场。 这个水它退去的地方，垃圾是一堆的啊，是看起来真的是很糟糕。可是,可是从画面看，那个水是到你的膝盖。是这个是在已经退了的个水的、哦 oh, ok，就是。 呃，我根据现场志工跟我说的哈，就是在昨天前天这个水位是更高的。我们现在看情况已经是好转很多。那我先说我去到现场之前的，因为是呃灾区没有太多出入口可以进出嘛，然后是非常堵塞。你也看得看到那个工业区的道路啊，建筑全都沾满了泥土。然后我去到现场第一件事情就是。 断网，哎呦，难怪联系不上你，是完全没有网络，是连打电话我自己都没办法打电话，<是>我就跟啊舒、呃、婷啊，<laughs> 跟其他同事们要报告情况都没办法，真的是失联的。然后呢，现场也是断电断水，呃，据说一入夜就会漆黑一片，所以、嗯。 呃，我到的那个时间点呢，他们都在啊、呃，来到外头，就是呃，水灾没有受影响的地方，就领取物资，然后赶紧回到住家里头去，因为一到晚上，你基本上就没办法出来了。那呃，这个当地的居民啦、啊，有一个住了三十多年的居民，他就说这是。 最严重的一次水灾，呃，十多年没水灾了，但是这一次真的非常夸张，他们也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是措手不及的。那看到现场的志工啊，他们也是有一直在派送物资。有一幕是让我觉得还留在住家的这些灾里是非常糟糕的，他们整个情况，嗯、因为我们是啊、呃、看到那些志工去派食物嘛，那现场就有人索取免洗汤匙，我就想，诶、欸，在家不是应该有汤匙吗？然后你再深入一起去想。 根本没有干净食水可以用啊！断水断电了，对，嗯、断水断电了，他们没有水，所以只能靠这个免洗汤匙。所以还有一些人可能还留在住家里头，也是非常担忧，说可能家里会遭到人家去盗窃啊或什么样。所以，即便他们家正水，他们也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家是是，现在有稍微烧退了，也还留在这个住家里头。嗯、<哼>那呃，职工们也非常的辛苦啦，只能这样说，因为呢，他们是要开这个车子涉水而过。 啊，然后也没办法一次过把大批的物资送到这个灾区里面去，有非常多户人家是需要救援，那就只能分批，非常缓慢的整个进度就去到这个呃深入灾区，然后发放物资给还在住家里面的这些灾民。那现场还是有四面八方来的机构啊，非政府组织，只是就像我们也看到新闻，很多人说的，确实有一点混乱，因为好像没有一个总协调在那边指挥，可是。 感恩的就是呢，你可以看到大家发挥各自的力量，去全面的救济这一次的灾民们、嗯。其实很多的平台可以让呃大家去提供救助的方式啊。是没错。那有看到说呢，呃，政府今天其实也推介了大马一家水灾援助基金的，就是让公众还有企业公司可以通过正确的管道去提供援助，去协助受灾的人民。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丽娜哈伦说，基金的安联回教银行户头。 号码就是一六零一四零零一零零零四八零一，1, 这个款项呢会直接汇入国家福利基金会 YKN，所以不管是个人啊，还是非政府组织，或者是企业公司，其实都可以把这个款项汇入国家福利基金会。他说呢，每个这个款项呢可以呃享有。 呃，这个税务的减免的是那不少的志工啊、消防人员呢、啊，都在现场落力的去救灾，还有救出那些被困的灾民。不过，发生了一件还蛮让人难过的事情哦，就有灾民在被救之后呢，直接埋怨怎么这么迟。 那前首相纳吉就看不下去了，他发文希望灾民能够善待消拯人员，他们有一些已经五天没回家了，就为了竭尽所能去救灾。那么他说灾区太大，但是救援的物资就这么多，分派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耽误，还要克服像是土崩啊、路塌等等的意外，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苦的，不是你我能够想象的哈。那当然，现在大家心里确确实是急了哈，我们先互相体谅吧，互相体谅、嗯、真的很你要。 些这些拯救人员呢，还有职工们的。<是>那看到说呢，一些灾民确实是等很久了，然后也等很急了，不惜铤而走险的。也就是说，他们破门涌上去抢夺便利店的物资救命啊！沙阿南警区主任巴哈鲁丁就是说，沙阿南的多个地方的便利店是被抢的，包括 Mydin、KK m a r k Seven Eleven 等等。而 Mydin 公司董事经理阿米尔也表示，他其实也不同意偷窃的行为，但是相信灾民是为了求生。 存而被迫抢这些物资的，所以呢，他就选择原谅他们了。不过，在沙南太子园的一间 KK 卖的便利店呢，有一名店员在阻止灾民去抢夺物资时被殴打。 暴打入院，KK a 的集团业务营运控制高级经理李战生说：“根据了解呢，干案的人不像是饥饿难耐的灾民，更像是有心人趁水打劫。”那他就呼吁警方介入调查，将涉案人士逮捕归,归案，避免再有人趁灾难去抢劫啊之类的这种事情合理化了那个破门抢劫哦。那当然，警方也非常快速的逮捕了一名二十六岁的毒行匪，他拿着八冷刀，趁着水灾期间呢，在他这样啊家。 台地区呢，相续打劫了八间的便利店。 整个该案过程都有闭路电视拍下来，才让警方根据画面掌握了线索，二十四小时内将嫌犯逮捕归案。那嘉英警区主任莫哈莫扎伊就说，嫌犯在这个落网之后呢，就坦诚了犯下了这个罪行。嗯，这些有心的作为呢，确实是不可取啊哈。那除了便利店遭到抢劫之外呢，发现哎有偷车的疑云哦。沙南太子园水灾灾情严重嘛，那洪水消退之后呢，很多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发动的，只。 能够留在原地。不过呢，有一名车主就揭发有可疑的拖车随意的拖走其他人的轿车。那他说自己的车也嫌一些被拖走了，幸亏朋友发现及时阻止，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这个拖车业者呢，其实也有说，诶，是受人的指示的。那不管怎样呢，沙安南警区主任巴哈鲁丁有说，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这件事情了，将会在近期内公布调查结果。 现在不。 那就有一些灾民在这一次的水灾期间呢，就破门啊、呃、抢了一些物资。你认为应该追究这个破门哄抢物资的灾民刑事责任吗？给你两个选项哦，点选 love 的朋友呢就觉得说现在是情况特殊的，不需要穷追猛打。另外一个选择呢是 wow，也就是偷窃有罪，依然是要追究责任的。两个选项呢，欢迎去到九八八的脸书去投选，还有写下你的看法。下一段回来，我们继续谈一下这次水灾所。 带来的影响，守着九八八新闻线，也希望我们大马这些啊灾、呃、情可以快点好转，哈。 九八八新闻线，你好，我是冠贤。Hello，你好，我是舒婷。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冬至快乐。是是是，那接着呢，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国内的水灾灾情哦。因为进入第四天了，遗、嗯、憾的是呢，当时在这几天的行动当中，全国八州发现了超过十具罹难者尸体。那彭亨州民防部队的局长这阿里阿当六说，截至目前呢，彭亨州有八名灾民丧命。 另外，沙南警区主任巴哈鲁丁今天也说，在沙南一带一共发现九具遗体，其中七具是在星期天寻获的，另外两具是在昨天找到。那雪龙地区今天看起来是阳光普照哦、啊，不过大马气象局再次发出了一个警戒，呃，这个警告哦、啊，呃这个是说会有持续降雨的警告。不过这一次受影响的地区包括。 北马的这个玻璃市吉打河槟城，以及霹雳州的吉碾拉律、巴登吉斯南马，直到今天的晚上，预料会有持续的大雨。那气象局总监莫阿莫哈尔米就说，在这个苏门答腊岛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呢，预料会向东移动，然后靠近大马半岛的北部。 所以会造成大马半岛北部地区面临强风和持续的降雨，也可能会导致低洼地区造成水灾的。嗯，所以住在北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那看到说巴生流域一带呢发生大水灾嘛，雪兰俄州政府呢其实是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过雪兰俄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就说，最初啊其实他们预测只是一个月的这个降雨量，没有想到这个降雨量是翻倍的，已经超乎了超乎了他们的负荷。这个 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呢，让联邦还有州政府单位其实都措手不及的。结果，他就承认这一次的水灾确实是缺乏了协调。目前，州政府会尽力的搜救灾民。是这场大水灾让很多学校也遭殃，其中八升配音华小。 啊，也失手了，损失非常惨重哦。校内的电梯、图书馆的书籍、科学室的仪器、电动门、桌椅等等等等，都浸泡在水中，一片狼藉。校长朱丽蓉今天早上就跟老师们回到学校大扫除，参与清理学校的工作。那他也希望各界呢，在经济和人力方面提供协助，包括说可能提供啊去、呃、帮忙大扫除啊，或者是提供这个抽水机帮忙啊、呃、抽取那些积水等等，来重建培英家园。 那除了学校之外呢？其实是安南的物流仓库也有受到水灾的影响哦。有一名网友呢，他就发布了一个视频，是显示这个仓库里头的包裹和货物全部都浸泡在水中了。有的网民就留言说：“哎呀，可能自己也等不到了他的包裹。”但是也世事难料了，毕竟天灾嘛，导致的这个货物损伤呢，谁也不能够怪罪谁的。那早前呢，多条大路受到堵塞嘛，那其实呢，也使到多家的运输。 公司在社交平台啊，或者是信息有发文通知顾客说，货物的运送呢会迟到，希望顾客可以谅解。呃，可是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次的雪州大水灾，竟然有人扯上了宗教惩罚论。社交媒体流传一则伊斯兰党雪州前行政议员哈利玛推特的贴文截图，照片就显示哈利娜，她在这个推特的撰文哦，就说到、哦。 人民应对这次水灾感到庆幸，因为呢，只是牺牲了一些人命。他也号召人人应该要停止马克西亚和罪恶多萨的事。马克西亚的这个词在阿拉伯语其实表示的是吃喝嫖赌的无耻之徒。所以他这番言论哦，瞬间引来抨击，也有很多网民要他收回言论，向灾民道歉。不过有记者今天查询他的推特账号的时候， 不见到没有看到这一则推文，但是有另外一则推文是写着：从十二月八号以来，我的户口就有点问题了。好了，不管这个帖文是不是他发的，不过看到说除了哈利马之外呢，还有一名传教士可能也引起争议的，因为呢，他对天灾的这个发生是归咎于沙阿南设有酒厂。人权律师西蒂卡辛对这个呢是毫不客气的驳斥，他实在是愚蠢啊，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人的思维。他说，这名传。 传教士必须要了解，现在发生的灾难是因为全球暖化所造成的，这才是纯科学，是人类造成的。是的，那也看到水位消退之后，有很多车主啊，就他们想要快点移走泡过水的车子嘛，哈。 但是呢，大马汽车商工会 M A A 有警告车主们，不要尝试启动水淹之后的汽车。M A A 解释，启动车辆，你这个举动是可以让你付出上千令吉的修车费的。而正确的做法是。 找一辆拖车，把车拖到维修中心那里去，让修车员，就是专业的人呢，将引擎和变速箱里的水给排出来啊！这一切都交由专业的人来做吧。那另一方面，像是濒危修理车商工会的会员陈国豪，他就有回忆起二零一七年那时候，槟城也是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水灾的那段期间，他说，维修一辆 m y v 的这个费用是超过三万令吉的。他说，当 水车啊，泡这个这个水泡在车之后，泡在水之后的这个车子呢，清洗和太阳充分的晾晒之后，其实可以降低整个维修成本。那个费用大约就是两千到五千令吉之间。可是，一旦 你泡了水的车，你二次去启动它，维修成本就会飙到超过三万零几。所以这里要提醒你，不要太过紧张哦。如果你的水、<是>你的车曾经泡过水的话呢，就不要马上去启动，交给专业人士。那最后呢，带你关注我国今天的关病疫情啊，现在又回到了三千的水平哦，新增三千一百四十宗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的全国累计病例是达到二百七十二万四千六百八十四宗。 现在 vote。今天我们来关心水灾的课题哦。看到在这个这次水灾当中呢，呃，有一些人就破门哄抢物资。那你认为应该追究这些灾民刑事责任吗？好的，有百分之八十一的朋友点选的是 Wow，觉得偷窃就是有罪的，应该要追究责任。另外有百分之十九的人呢，点选的是 Love，认为情况特殊，不需要穷追猛打。是，那其实啊、呃，非常多朋友留言哦。 呃，敲问就是说，如果偷食物确实还能理解，这个救灾行动比较缓慢，人民饿了几天。但是偷窃贵重物品真的该抓。其实我刚去到现场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志工朋友啊，他们就说，今天开始。 确实有人去抢一些比较贵重的物品了，嗯、<哼>就是看起来这段期间不会用到的东西都被拿走。嗯、但是这个我没有亲眼见证，我不知道。如果事发，嗯，相关的有关单位可能他们要自己去彻查跟关注一下。如果真的是有心要去抢的话，可能这个行为就不可取了。<是>然后刚刚有提到说，有人竟然为了去抢夺去殴打那个店员，店员我觉得这样的事件就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嗯 是是是，非常多人就没办法理解这种就是趁水打劫的一个情况哈。嗯、<哼>我们当然也希望说，不要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呃，灾民们可以赶快回到家园。 啊，那如果你想出一份力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新闻线内容有提到很多援助管道，你可以重看我们今天新闻线的这个脸书直播，就在九八八的 Facebook 上面。又或者你想看看我刚才去到啊、呃、雪州这个重灾区啊，也就是啊、呃、沙浪的太子园，子想看一下那边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你可以回到九八八的脸书上面去看我刚刚做的这个脸书直播。啊、那今天呢，其实也是冬至嘛，<是>所以还是要祝大家冬至快乐的。啊，我是冠贤，我是 我们明天再见。